咗喺度喎。就開始啊！工程車同煎狗分開好好啲喎。啊，中意啦！你有冇？因為工程車都唔算駛經啊，佢喺度有車河啫嘛，哇！喺度游車河啫嘛，係啊，佢行完出邊，而家行裏邊，真係兜個圈喎！依家係兜個圈㗎咋？做咩咧？睇啲路軌啊！其實係調度㗎咋，呢啲咁嘅工程車，跟住佢夜晚就會走出嚟換，去睇下 check 嘢咯。佢有時就要換幫啲廣告板廣告咯，要。因為你換嗰個話咧，一定要收車先可以換嘅。即係車站嗰啲啊？誒係啦，冇錯。冇理由次次都係佢噶嘛，係咪？停咗啦！哦，我見到啦，我見到啦，已經。你可以話冇車嘅。我見到啦，依家。自己遲啲翻到屋企啊！好，熄埋車。